总要带父母来一趟北京吧。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北京了，这次呢把双方父母都带上，都到齐了没？到齐了。我妈呢？哎，妈，妈，哎，干嘛了？人家赶车都急死了，你还带包子？走，就您事情多，早干什么呢？每次都这样子。下次带不带你啊妈？下次不带了。下次不带了。别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，走走行不行？别唱唱别人家，哎呀！这早知道买不着就不洗头。好，走。下次啊，在外出哈，我们提前跟妈说，你头洗好了吗？穿得漂漂亮亮的上大北京。父母年纪大了，希望这次的北京之行。给他们留下一份非常珍贵的记忆，到时候带你们好好玩一玩哈，吃吃北京烤鸭，然后看下天安门，看下毛主席，出发北京喽！你看小的说，哎呀，说带着父母坐大飞机飞北京、飞上海，以前感觉说的梦想一样，终于实现了。那您应该说，你俩是姊妹吗？我是俺是亲家哦。大姐小妹。你看今天多少人哦，人山人海。我媳妇呢，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平时呢一点空闲就在剪视频啊，忙工作。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笨，但是很努力。准确来说，应该叫笨鸟先飞吧。辛苦了。来，老娘抱抱，你看都有。这头咬的。只现在只认老爷哦。老娘给老爷掏开了。这个箱子重，慢点哦。太重。今天拍的真帅呀，很帅。一二三，哎。小宝宝，起来走啊！不选他了。现在转车吧，来，太好，你有劲。徐州转北京，还要再坐三个小时的高铁啊！太酷了，今天，好像老爷怀里穿好香啊。媳妇又在认真工作了，你看我妈睡的，我妈睡得太香了。嗯，媳妇，路上就睡一会儿吧，到那边再工作吧。再把这些整理整理呢。现在也睡不着。我媳妇永远都是最认真的那个。哎呀，这三年级的题目都好复杂呀，感觉都不太会了，到时候怎么辅导朵朵哟？那怎么办？反正我可没这个本事，三年级的数学我都快教不了了。怪不得现在很多宝妈们都很抓狂的，特别教小孩的时候。太难了。1年多前来，已经去过一次北京，知道吗？当时你是在妈妈肚子里面，这是第二次去了。爸爸妈妈以后还会带你去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哦。哎呀，大伯，这个终于给我盼到了。到北京喽！我们到北京了，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。开心吗？两个妈，我们到了大伯京啊！走走走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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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许苗帮的小哥来接我们了。来吧，哎。这次呢，我们人比较多，加上有小宝宝，所以行李也比较多，三个箱子加上一个小推车。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北京，我们来了。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，我们高兴。